天过很快啊。哎，蓝哥还是你的，还不知道，还不知道。嗯，时间过很快，三年前跟大哥聊天，然后他就发想了这个电影，那、也随着就是我结婚生子啊，然后这样子也一年多没工作，然后现在跟朱大哥在合作很开心。那其实这次不只是演戏啦，我觉得也会替朱大哥争体面子。希望可以帮到他，然后会全力以赴好好演这部戏，因为他是第一次当老板，我压力也蛮大的，就是希望他可以好好的，就是我们好好的拍完这部戏，然后朱大哥可以票房很好，他很开心，这是我觉得拍这部戏最重要的事情。嗯，谢谢大家。OK， 因为慧妹姐刚刚说我们都很年轻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都是年轻一代的，所以呢，其实我觉得今天最开心的就是，能够演出大哥这个戏，完成我一个梦想，因为我能够跟儿时的偶像一起对戏，最重要的是，因为里面都是讲国语，我很想要跟他攻台语，所以我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会，导演不好意思，我会偷改台词，我一定要讲个台语。然后跟慧妹姐、空空哥，然后大家一起 blue 一起，我觉得是完成我一个人生的梦想。然后第一届做头家，一定可以赚钱，我脸大饼，谢谢。高颜值、高智商、高学历，我们请谢队跟大家聊几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觉得我非常荣幸，因为我这算是我第一部电影，然后就可以拍到朱叔叔的电影，就觉得很荣幸。然后跟这么资深的演员，我觉得哦，其实压力很大，但我不怕，觉得我们一定会玩得很开心。动作从左边慢慢的看到右边来，